其实真实的我是非常阳光，非常爱旅游，很欢乐的一个人。我就一直想要挑战自己，有多一些的尝试，让更多人看到不同面貌的曾婉婷。我自己就是一个很爱买衣服的人，很喜欢美的事物，很喜欢打扮自己。那当然也有很多的粉丝都蛮喜欢我的穿搭风格。我也希望更多的粉丝可以认识真实一面开朗然后开心的我。